猜猜这个是什么？有点油。今天用咱们的小乌龟给大家做一锅爆米花，可爱不？小乌龟挺可爱的。咱把这个油都倒进去啊，都挤进去啊。我们开始开火，开火之后咱们就是不停的搅拌它就行啊，搅拌均匀，受热均匀啊，手不要停哦，就这么一直去晃，一直去翻炒。这是糖啊，就是我炒爆米花的糖。哇，真的好可爱啊，这个小螃蟹。太可爱了，有点像那个啥，不是啊，说错了，小乌龟，乌龟和螃蟹我都分不清楚了，咋整？太可爱了，不知道炒完是啥样，好期待。好，搅拌均匀，受热均匀，然后把螃蟹给它放进去，让它膨胀。哇，好好玩，看到吗？膨胀了，膨胀了，膨胀了！哇塞，好好玩啊！来，来炒，让它受热均匀一些。哇，都膨胀了，都膨胀了，都膨胀了。哇，爆米花也爆了，来打它，太吓人了，来，吓我一跳，我要吃的是这个小螃蟹，我小火一点，爆火，哇，甜的，好好吃啊，你们吃过甜的虾片吗？你们指定没吃过，来看看。下螃蟹，哇，爆米花也好了，螃蟹也好了，好棒啊，好成功啊，我都馋着鼓包了，看到吗？馋着都鼓包了，立马吓我一跳。小螃蟹爆米花，哇塞，吃一口，